康带单来，住在靠海的居民啊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他们都喜欢吃一种点心，叫做蚵爹，蚵爹，好像用蚵仔去炸的东西。那可是呢，吃素的人当然就好像没有办法吃到那个滋味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很可爱，长得呢不太四方的四方，那这位演员啊，他说呢，他很想要吃素的蚵爹。那可是素的蚵爹要怎么做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帅帅厨师蔡长志阿志师，他来教我们做素的蚵爹。我们这个可爱的四方呢，长得一点都不四方，圆圆嘛，你应该叫做四方加圆圆，对不对？修圆要修圆啊，修圆真的要先恭喜你，在马年甲午年得到了一个马宝宝，谢谢。好，跟我一样的，对。以后我们出去就说啊，跟这阿嬷赶快都是甲午年生的，差24岁而已嘛。利息得要省哦，甲午是要一甲60年呢。我以为你蛮年轻的。哦，谢谢哦，好，所以今天要给你吃好吃的。好，谢谢。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想要吃素的蚵爹呢？因为我家哦，要下交流道的时候，都有一家那个卖蚵爹的。我每次哦要开车要高速公路，我都会去买。对哦，可是他们是荤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那所以我们要吃过素的。对，像吃素的人呢，根本就不太有机会吃到蚵爹。是，那可是它之间有什么差别，就要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帅帅阿志师哈。帅帅阿志师今天真的很帅，因为我爱称妈咪不敢当，我被你这样叫，我都叫得快早就应该是打改这种发型了，这有一点像偶像剧里面的男神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以前等咖呢哦，要转型哦，哦，他这样型南台湾味是不是？对，现在台味比较重了，现在要走这个比较风格要改变了哦，时尚味吗？好啦。适合啦，帅帅厨师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的帅帅阿志师啊，要做素的蚵爹，素跟荤的之间差别就在于那个主材料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提高它的海味，它的鲜味？海味鲜味还在，但是是做素的。对，看厉害了哦。那等一下是你要站在这里学哦。好，因为学回去要跟你老亲爱的老婆谢谢啊，补一补哦，因为要给你生，对呀，给你生马宝宝。好了，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。素食蚵爹材料有高丽菜600克、红萝卜100克、金针菇200克、嫩姜20克、香菜50克、芹菜50克、紫菜3张。粉糊的材料有低筋面粉400克、再来米粉80克、黄豆粉100克、蛋1粒、油4大匙、咖喱粉1大匙、盐1小匙。调味料有盐适量、香菇粉适量、白胡椒粉适量。好，我们来看帅帅这是怎么教四方哈。那四方你会切菜吗？会煮。其实看他的长相知道他是一个温柔的好先生，对不对？而且听说你曾经做过厨师吗？对，他人家不来一起做厨师哎。对，那所以就更容易上手了，因为看他总是挂着笑脸，和蔼可亲。和蔼可亲啊！好，四方怎么切呢？就要请阿志师来跟他说一下。好，那我先来，就是先来做一次给四方大哥看，然后再由四方大哥来。好，大家在家里面。好，那一样啊。我们今天的这些材料啊，我们主要就是说，先把它全部，我们要切成小丁之后，等一下腌制一下20分钟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调粉，来再来做这个包裸的动作。好，对，那我先带一个动作给四方大哥看。我们呢就把那个梗的部分啊稍微给它挑掉，然后我们一样先切成长条，长条之后，然后再来切丁，哎，对，切细丁。好，好了，这个没问题哟，这个四方没问题啦。切吗？对，可以的，切给你。而且你不但可以一面切，一面还可以那个聊天呐。你看，光看那个拿刀子的架势就是行家出手，其实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困难。你本来是做厨师哦？对。是，哎，当了7、8年哦。你做什么耶？厨师？西餐啊。西餐？哎，那你是从小去学那个吗？就是毕业以后，就高中毕业。高中毕业，你是一开始就学西餐哦？对，真的是这个行家出手，小丁是不是？对，小丁，我们切小段，这个吗？好 ，OK， 这样。哎呦，
对，你看这个。所以你有那个时候已经自己长厨了啊？对对对。哎，人家是大厨呢，放心吧。OK， 我们放开旗下了。哎，还是太棒了！今天你只要动嘴就好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因为来了，因为这个来行业嘛，对不？没有，我以为他今天叫我来煮。不来就是你煮啊！等一下，我只是协助你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只是协助那个厨房大哥。我会用个，我再次给你看之后，就完全让你去下去料理。我在旁边协助你。这个也是我们切丝配的，这是切丁切丝哦。对，那个架势是当厨师的架势配。哎，要切多少？大概半条就够了，我们配合就够了。四方，你已经离开厨师界多久了？大概好几年了。很多年了，有五年了吗？果然你啊不？超过了啦。超过哎哦。对。啊，那你已经很久没有公开表演了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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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是不是？今天都在家里表现一下。在家里煮了。这个就觉得没办法在一起了。哎，我蛮好奇的，厨师是帮我们切这边的切木，对那个树。西餐跟那个中餐嘛，差不多啊，这一嘛，对不？只是烹调方式不一样而已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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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帮我们。嗯。然后这边，因为这边是我们等下用盐巴腌制的，台湾的水腌制，那这边我们就腌制完再加下去。演艺人员五六年的时间，你有没有演过厨师？演过卖面的，那个不用表现。有还有切豆干哦。那导播就说你没有做过吗？我说有。看起来就是有做过的样子。导师应该改天有机会让你演个大厨师才对哈，这样才过瘾。可是你拍戏都拍头拍尾而已。拍头拍尾没有拍中。就是假装很厉害，假装我切菜，后来炒菜就是替身炒。哦，看你哪一间厨师哈，哎，炒菜都蛮是爱你家己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都不用请那个师傅来了，对。那真的很熟练，大概七八年、十几年没碰，其实可以。你看他这样，还是记忆跟那个熟练度都还在。对啊，他从高中就开始这样一直练，所以一下子就上手了。他你看，这叫一下子就上手。应该也是掌厨的啦，以他的那个经验，应该也是掌厨。对啊，他刚刚在讲他是西餐已经在掌厨。对啊。哦，赞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你聊聊天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再来姜末，再来是姜末，姜末他也没问题呀。对，姜末。Okay、所以我想说那个香菜跟这个会粘在一起，对，粘在一起。四方，你还会去怀念当厨师的那个日子吗？会啊，多少啊？因为那个是你的第一专长，对，对不对？但以后都不怕没饭吃。当然哦，但是阿志师，你有没有很好奇，厨师当一当，为什么要去当演员？哈，对，然后这边就由我来帮忙吃，这个我们就吃小块。现在我们是把那个。紫菜呢，是我们就是一般卷寿司的那种。对，这个就一般的紫菜，它有咸味，我们要那一种有咸味、有调味的，才会增加它的海味。对，是不是那个我们可以直接拿起来吃的那个更香？嗯，对，那个更香。然后这个有调，就是像包手卷的，像包手卷的这一种。哦，好。对，像包手卷。你就是爱一罐的咸香咸香的。对对对，你如果没有那个咸味，它没办法增高它的鲜味跟它的海味，就是靠那个紫菜来提鲜。因为你如果只有那些蔬菜啊。而且还有我们的金菇啊，等一下加上这边拌起来，等一下我们吃看看，绝对味道会，你会觉得很搭配。不是那个草菇啊，不是的，我们草菇就比如说像我们煎那个蚵仔煎啊，对，就那个草菇，对，但是它口感起来啊，完全没办法像那味道那么香。哦，对，金针菇它会有一种鲜味，对，草菇一块的，对不？对，那我们切割起来了之后啊，我们现在要做腌制的动作。好，这个就要大家要仔细看了哈。腌制的，腌那个馅料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腌软化，然后出水之后我们挤干水分。那这边我们的调料，我们就先下我们的盐巴。嗯。哦。这边是大概一小匙的量哦，哈，我们不用太咸，一小匙的量。哈，就是那个咸不要太咸呐。对对，就是把它腌软，然后我们就稍微。它出水啊，腌它会出水。对。但哪一类？对，然后这边高丽菜会出水。对，再麻烦那个希望那个帮我们拌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是大概腌制个20分钟，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大概不急的话腌一个小时，让它稍微出水，脆度有出来。腌那么久哦？对对对，脆度有出来了，等它出水熟成之后，我们把水分挤干，再加上我们这边。刚刚四方大哥帮我们切的芹香菜啦，姜末啦，再加下去，对，还有我们紫菜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说把它拌匀之后，就要等它稍微软化一点，我们就再来炸，对不对？对 ，OK 的 ，OK 的。OK， 来，那这个放我这边来，我来帮你保管，我还可以闲闲的看着它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始打我们的那个脆粉皮。嗯。
对，然后这边等一下，这边是我们的面粉。用什么面粉？这边是低筋面粉，我们的筋度不要差太高，所以这边是我们大概400公克。400公克。对，低筋比较脆，它有一定的量啊。对，它有一定的量的比例。为什么？它因为它的粉然后会影响到它的脆度跟软度数。有时候你粉吃太多都吃到粉。对对对，还有这个太多没有粉它会勾不住。对对对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大家要记一下，我以为很随性。对，我们这边吼刚刚有量过400公克。400公克。对，低筋面粉。低筋哦。对，然后这边啊是，其实它今天 all day 最主要它要再来米粉，还有跟我们的黄豆粉，它一定要黄豆粉。外面卖的有放这个。有，我们有放。哦。对，那再来米粉，我们这边哈，大概就80公克。80公克。对，这400公克就80公克。400公克，80公克的再来米粉。然后这边是100。100公克的黄豆粉。对对对，我们全给它加下去没关系。然后当然啦，我们里面哈会放少许味道，就是我们这边等一下我们会做我们的调味啊。我们这边调味的话就是双黄的。我们的盐巴，但是不要放太重，就是让它稍微有点咸度。盐巴哈，对对对，这里有盐呢，这个还是对，所以我们放不多，我们放不多，都放少少。对，我们放就1/4小匙就够了。对，然后咖喱粉啊，除了香味也是让它有颜色，所以我们就给它加了1小匙的量。对对对，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开起来加水，加水，加冷水哈。对，慢慢倒。这个一定要慢慢倒。慢慢倒。倒太快的话会怎样？就会变成面糊啊。会弄到手。在家里，妈妈们就用筷子。如果说也不能太稀哦，对，也不能太扣。对，主要是那个我们水加太快的话哦，它那个粉很难去拌开。它会有颗粒状，它会有成那个小颗粒小米状。我们在家拌面糊的时候啊，就常常会这样。为什么调，它里面都有那个小米粒小颗状拌不开？其实它就是要慢慢加。好，这边那它这边打的差不多，我先把一颗蛋加下去了。全蛋吗？对，一颗全蛋。做西餐的人就会问到这个。他有时候蛋清而已啊，没有蛋黄。所以你做西餐的话，也包括西点吗？没有了，西点是隔哦另外的。对对对，还有另外。然后我们再加1大匙的沙拉油。沙拉油。加油在里面会让它怎样更酥？更酥。啊。好，再慢慢点一点。啊，所以说像这样子的糊状是标准的，对吧？就是要东西粘起来，它会不会包覆在上面？不会留下来。对，留下来就不能炸，啊，太稠也不行，就吃到面粉。你两个厨师在这里，太厉害了哦，好棒！它那个粉的稠度跟稀度很强大，你整个这个食材的包覆，这个才是功夫啊！会留下来，这才是功夫。粉调的话，这个调粉酱才是功夫啊！我还以为这个是最简单，原来这个才是最困难的。它在粘一下哦，对，现在就是在试它那个它的那个浓稠度。这样可以吗？让大家看一下，怎样的意思？好像那个丝绸一般。对对对。又亮又滑。大概这个稠度 OK， 可以哈。对对对。哦，好，原来是这样。还在搅拌吗？OK， 均匀就可以了，均匀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那个水的比例啊，水的比例如果这样斟酌起来的话，水。现在比例大概可以是1:1，1:1是 OK 的。先把馅料用炒的炒熟。炒馅料。不，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哈，来不及腌，所以要用炒把它炒熟。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够，它腌一个钟头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啊，来这边就让四方大哥来帮我们炒好了。我炒。当然咯，你今天就是要来好好表演一下喽。对对对。好久没有看阿坤师傅炒菜，对啊，等一下有啦。你的同事哈，以前的同事要通知他们看一下。但是呢，当演员呢，当了这么多年，是，就算忘了也会演嘛，对不对？把它演出来嘛，基本的还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基本的把它演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个先用姜末，姜末，嘿，香料，好。就交给我帮您加料，然后让您要下去吃炒表，我来帮您加料。今天大厨炒菜，旁边还有一位大厨当助手，太厉害了。所以这个是，对啊，我炒。妈妈在家等不及，就是用炒的。赶快把这个素馅料炒熟。你我就知道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叫做职业病。甩锅，他拿到锅子就那个手就会忍不住要来那个。有点手痒，尤其西餐用平底锅，他们有点手痒。甩锅啊，甩锅，别搞，会有点手痒。但是这个锅又不大，应该真的不晓得看他演戏，不晓得人，不晓得火要大了。你看他演戏看那么多戏，但是不知道他的本业是厨师呢。
好，那快速的轰轰轰轰轰，那听得很舒服。在这个时候感觉有慢慢回味了哈，在跟在家里面炒菜给太太吃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是公开表演，谢谢香菇粉啊，恭喜。对对对。所以说，因为呢是做素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放的是一些素的调味料。好，排骨虾粉，胡椒粉多一点，让它有点提味出来。好，这边调味料都加了。然后炒好，我们要放在哪里？还是放回？我们这边一样，我们这边放回来哈。好，我们来放这边，等一下让它熟的时候，我们就放这边了。早知道我就不要跟人家讲，四方以前当过厨师，人家会说哦，这个演员好厉害，天生好天分。对啊。好的，可以了。对，好棒，好棒。OK， 好，这样我们软化了，熟透了。好，现在就是要把那个香菜放下去了。对，加下去了，我们的海苔跟香菜都加下去了。海苔、香菜，拌一拌。对，拌一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馅料了。然后这边我边开我的油锅哦。好，现在就要准备炸了哈。好，那么你这个就是一定要爱传这能啊。对，这一支它是铁制的，它是那个就是专门在人家在煎那个耳朵煎，还有耳朵勺子。然后你如果像一般我们用的那个材质的啊，锅炒汤匙啊，这个都炸不起来，它炸下去一定会粘，会粘在上面。对，一定会粘。这要热啊，用热。对，而且它是铁制的，你看它声音不一样。好像古时候人家打铁的，不讲那个，不要讲那个，要让那个什么。你是演戏演到那个，就是以前那个古时候真的打铁匠的那个用。会比较平，而且有点薄度。哦，这特别对它稍微有点炸的成型之后，对，油啊，放上去啊，它就滑下去啊，就对，定脱模了。我们自己在家要做 o day 的话，其实以前那个铁的煎型应该就可以了吧？也是可以啊，其实对铁的不是平的哦。像我刚才那个是铁，哇塞，可以擦彩一块。对对对，像那个它这个哈，我们是有试过，其实它还是会粘。那其实就是说，浸在里面，就是用手拨下去，哦，用手给它拨下去，哦好，它一样还是有一个椭圆形的形状。然后油温就是要够，你就是要把这支用的够热，你下去才不会去。油温大概要几度？我们这边180。180一开始把这个热的时候，我大概中火180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降下来炸的时候150、140。所以你说这两只铁勺也要放进油锅里面让它去加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跟我们热锅，跟热锅一样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就等于热油锅，同时也搬了两个勺子。热铲子。对对对。热铲子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刚刚四方讲的，我们一般在家里面炒菜的那个铁的整型，把它放进去，也是可以放下去让它同时加热。对，只要是铁的材质就可以。铁的材质都可以。对你，因为像我们不锈钢不行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油热了以后就要开始。好，我这次也热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先来试看它的温度，看是不是说，我们滴下去之后哈。先来试试它的温度是不是有到达我们要的温度。我们粉现在滴下去了，它有浮上来了，代表说它现在温度有到达我们要的温度了。然后它这个哈，就是说要，先放进去。对，先放进去。然后我的量大概哈，然后当然这边如果说我有勺子的话，可以用勺子。对，比较卫生。这个可不可以 ？OK， 好，汤匙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再把馅料放上去。对对，我再。好像完了之后，我再摇第二层。好像那个红豆饼，把它包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了之后哈，好，我现在准备下去了。温度这边要够，我是斜斜45度夹进去。180。对，我现在又稍微有点降温了。一般的就是粉浆放下去，马上有浮起来，它掉了，掉了。它这样一推，它就滑下去。对，你如果说会掉的话，你就是后面稍微这样打一下，它就掉了。但炸的冰金黄色比较好看。我只吃过一次素的哦，对，吃完以后我就觉得我都上火了，因为它可能是炸太久了。对，我们其实不要炸那么深。好干哦。客人比较少。一直炸，一直炸，一直练，一直起功，一直回锅，一直回锅。先炸好，等客人来。来不及啊。会炸。对对对对，要不然来不及啊，像那怎么来得及？哦，现做来不及。对，一次来我五个，哇，你来不及啊！有的是有放一组，可能4只5只在交换炸。你看我们现在就2只，这样一直在交换炸。那我们呢，可能就是说，请各位妈妈自己在家里面照这个方式来试试看哈。然后粉浆要调得好。那如果真的买不到这2只玩具的话，就像刚四方讲的，我们可以用那个炒菜的那个不锈钢的蒸锡来气化买，嘛是赶快啊嘞，在热了以后炸完再给它吐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
这样子现炸的应该会很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就等它炸好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哦。那酱料。素食哦爹做法是高丽菜切小丁片，金针菇切小段，红萝卜切丝，混合之后加入适量的盐，腌制20分，挤干水分，成为馅料。香菜、芹菜、嫩姜切末，紫菜丝小碎片来备用。粉糊的做法是低筋面粉400克，再来米粉80克，黄豆粉100克，加入适量的盐、咖喱粉、水、蛋、油，搅拌成为面糊状备用。起油锅，放入姜末爆香，放入腌制好的馅料，再加入芹菜末、适量的香菇粉、胡椒粉拌炒。起锅之后，加入香菜末、紫菜片拌匀。起油锅，油温150度，先将勺子过油，取一小匙的面糊倒入勺子中，再放入馅料之后，再盖上一勺的面糊，入油锅成型之后脱模，炸至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拍起来好像金黄色哦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因为有加蛋的关系吗？咖喱粉吧，哈，咖喱粉，黄豆粉，对，黄豆粉。刚才说黄色的，都黄色的。哦，所以加那一匙的那个咖喱粉，会让它颜色变这么漂亮。对，所以外面卖的没有这样的颜色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回锅有一次在使用嘛。对。对呀、啊，然后那个油如果不好的话，又熬露露哈，对不？那这个可以出了吗？可以了哈，迫不及待。来来。然后那个酱是用什么酱？我们这边用我们的甜辣酱，加我们调和的素蚝油。素蚝油。对对对，那吃的时候，像我们一般可以加上姜丝啊、香菜啦、啊，都可以去使用这样。哇，新香料。好好吃哦。这个跟以前那个。人家阿嬷那个有没有菜丸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类似一样哈？对，大同小异，有点像菜丸啊。对啊对啊对啊。那其实我们里面啊，我们的调料还可以加上那个九层塔末，还有香椿末，都可以自己下去变化，或者是说像中部那个刺葱啊，我们都可以下去做变化。刺葱汤，对对对。啊，那如果说想要那个就是说海味更浓的话，那就是海苔再多放。对，再加更多海苔，加更多它的那个海味会更香。所以凤芳自己做过厨师的，现在你这样子一想，就是马上那个脑筋就会一直转，还可以馋，就新香料嘛，对不对？新香料多一点嘛，哈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开心了。把那个厨师架势又拿出来了，好怀念的，好怀念的滋味哈。但是呢，给你时间再去练一练，好。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就背着你的娃娃，背什么娃娃？哎，背着娃娃，然后来真正把那个厨师的功夫等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满意吗？你做满意满意满意哈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帅帅的阿智师，然后谢谢我们的这个。我真的是要祝福我们的四方演艺事业越来越发达，但是呢，也会继续在做吃好吃的料理，然后让大家吃，然后更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接演主演一个中破塞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，哎，真的很酥哎。